过年十月，本人麦报道了，后江区七十八岁的慈派创老人，到十三年再培养了解子女囝小伊，后来哩走我入好人的门袋，引发关注。新闻播出后，当地公安、民政甲街道居委等有关方面非常重视，多方下力，积极改革小伊的入好门袋。现在，小伊到慈派创界陪同下，从黑区派出所领到了到当地社区集体户籍常住人口登记卡。七十八岁的慈派创是后江区头街头赤龙社区人，现在高人到当地市街，伊呾十三年在，伊到各只一大路边发现一个软硬，做出来当然到附近市街个摇冲车，坐在用三轮车将这个软硬带转起来。之后，伊就甲伊个班工邢先生夫妇组织，将这个两英尺大。该农工法就三人，伊农工法就是谈话个车。那我是多试过，做着澳洲，我意思就单定用无脑筋，无脑筋就我就前天，我那跟脑筋应该跑不起。用小虎，我小虎呢。我当时放个那路就老了，手机阿在那买，伊那伊吼伊都就搞进落个咩，伊也无生老囝，那梦做做个咩去吃，你来烧火。此派创始人为两人起名小伊，对格外钟爱。直到以来，小伊也拢以为邢先生夫妇是一个亲生伯母。此派创是外祖辈。组织生涯，无法挽回世界人成了三度之隔。然而，由于法律意识缺乏，此派创始人直接无将小伊的情况上报本有关部门，也就无解小伊入户口。后来，邢先生夫妇将小伊带到广西老家读小学，但读到六年级，户口门对成了小伊升学的障碍。到了后来读书了，就知道要身份证啊、户口本啊。无奈之下，邢先生甲老农师又带小伊转到后江，向当地相关部门求助。当地该部门也非常咩小户啊，小伊改革了读书门对。这个时候，小伊也知了家己的心事，也对养爸母甲爷爷心存感恩。知道了之后，我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公把我养大，我以后长大要好好孝敬父母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不过小伊的户口问题直到永久无改革，家长的慈派创意人非常焦虑。为此，慈派创意人又到当地派出所、社区居委会和民政部门等单位寻求帮助。各部门工作人员也率先向伊人了解情况，希望能尽快修复为小伊入户口。我希望能赶快把户口上好，身份证办好。令人欣喜的是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当地有关部门克服了事件过去时间加长、相关证据缺乏等难题，顺利修复为小伊改难题。一月十五号上午，小伊到慈派创界陪同下，顺利从黑区派出所领到当地社区集体户籍常住人口登记卡。今日非常意满，也非常欢喜，收户口证啊，老个户口已经过关，做那个影像的，那个各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，所以就这个事情已经圆满，今日结束。如果在户口就集体户，户口已经改革，就等办个程序。改革了，大人对个词派创显得非常高兴，伊也表示爱家邢先生夫妇组织，好好跟小伊读书，让伊健康快乐成长。啊，老个读书，用养是多真好。往三人就无去离开，往这点。啊！培养伊希望三人啊，恐怖。自缺教小家己名字个小组人口登记卡，小伊也非常开心，不断感谢小虎国伊个所有好心人。我很开心，现在就等身份证办下来，我就很能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有身份证了。今天我的爸爸妈妈没有来，
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很忙，实在是请不到假。爸爸妈妈让我一定代替他们跟派出所和居委、民政局还有今日市县的叔叔阿姨说声感谢，非常谢谢你们。小雨表示将发奋学习，将来回报社会。上了户口以后，我要更加努力的读书，孝顺爸爸妈妈还有爷爷。行当里，老年人因不幸跌倒造成骨折的记录而大大的增加。近期，不少有意小弟的骨折病例住所增加，其中不乏高龄老人。今年95岁的李老姨，平时身体还不错，但挂日在，伊都来直不小心切骨跌倒，导致右腿粗隆骨折。给奶奶妹妹将一三位底料，就当时我奶奶是准备睡觉，她就想上床睡觉，然后可能坐滑了一下，滑下来就摔到腿，中间一个骨折。不过在85岁的邓老姨要到山坡的时候不幸去跌落去，到底骨折也被紧急三位底料。伊家己惊了跌落的呐，你踢到个脚，你去跌落你硬硬去疼到爬唔起。了，侬踩起来呐，踩起来了你来，去拍片，来只推了你，那得高估计几乎。经过手术治疗，农民老奶奶伤情有所缓解。这个了解，入冬以来，有骨科无疑小弟的骨质患者比平时增加了两成，其中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主，多为髋关节、股骨以及手腕骨折。卫生表示，天气寒冷，易会高糖，而家老人带来惊动症不平，再加上老年人骨折受伤，不幸跌落去的话，就容易骨折。现在治疗方面那有很多方法，你像髋部骨折的，初轮骨折的，我们平时有牵引保守治疗，有手术治疗的一个 PFA 这个类固定，股颈骨折的，我们一般就是做骨头置换术。我们尽量鼓励患者来下力活动，一天能够走个几次，能够慢慢的缓解疼痛啊，我活动以后啊，患者的心情也会好，那患者的各方的机能恢复也会好。卫生指数，老年人骨折受伤是世界自然规律，无法逆转，预防比治疗更重要。建议有条件的老年人，可以到有人陪伴的情况下，加强户外运动。尽量的呢，病人呢就不要走那个湿滑的地，尽量能够走平地。然后呢，最好老年人还是能够拄一个拐杖行走。这个可能更安全一点。饮食方面呢，要综合饮食，要讲究那个营养均衡，不能偏食。我们还有在生活方面注意，平时多晒晒太阳，这个对防止骨质疏松很有好处。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这个骨折的，主要还在预防。大家能够在开车上路，就提在固约好路上，安斗行驶，脚边刻薄，交通顺畅安畅，提高通行效率。当日相当，仲有个别驾驶员为图方便，人生上路我行我数。近日，前面邓先生做别只车，想要掉头离无内障的车辆下车，着地行住，引发了事故。邓先生答：1月12日的光午点半。伊开车行驶到海王隧道强平出口停红灯，当时伊个车摆到最左侧车道，准备左拐行驶。立定倒起来之后，前方过了2-3辆小车，邓先生也准备左转。当这个时候，倒伊右侧对上车道个一辆小车，却来了一个大左转，想要掉头，一下子就下到伊个小车右侧，导致伊只能紧急鸣喇叭。当时改名驾驶员伊是行到我右侧个车道，伊是需要掉头，但是伊袂来将我并危险驾驶，对我转到长平路个对向车道，所以直接非常不文明个行为。当时对方也是从道直接开倒汽车个情况，非常不文明咯。而且我是非常激烈啊，唔肯直车，从头到尾搞个过程拢是落考啊。经过一番下车之后，几辆小车最终扬枪而去。邓先生是又气又无奈。邓先生答：“如果伊不紧张，那只小车好可能就发生刮擦。”
伊个目的非常明确，伊就是需要掉头，但是伊就是无内向内设计车厢个组装个车道个车辆，而且当时我是轻声明的提醒伊，伊唔强无注意这个情况。我想要交界只会解释，我那就是咱开车我是需要蒙面解释，内向其他人其他个交通参谋者不要做一件为危险个事。记者了解到，从1月6号起，昌平隧道出口道路行驶方向有调整。车辆从直道出口驶出来之后，禁止直行和右转。爱前往东区的车辆，需要到昌平天山路口转，通过掉头车道往天山路南行驶，然后再行横江路，或者双道到东山天山路口北侧进口道转，进行掉头，再分别往天山路北直行以及昌平路东行驶。自从天山南路左转进入昌平路西或掉头的车辆，要注意阻塞车道的行驶情况，买车道以免影响行车的士甲弯窗。确实会有复杂，但是通过改道之后，还是有直接改善。还是希望那台机交警部门有边派人手来是给路口增加协调，希望这个交通参谋者通过这个昌平路隧道出口的时候，提醒熟悉的是家己道路、该票线，就不要那影响这通行效率，应该行大路咯。另一新村政治，各地疫情不断，昨日台湾内政部主导南回村瓜高芒大地公园举办座谈会，协领城乡企风度正当时，甲惠水山新村文化融大理解系列文化活动，红布群众生活也坐立白菜望江厅，增添喜庆气氛。再挂南汇乐高队走向高舞飞扬，引起着绿色上应该是可爱界英姿牛和舞，前往吉祥界三桂舞、跑步白舞等，甲古雕山特色个民俗表演，现场热闹非凡。坐在前面游客纷纷驻足围观。当后生农家良师上记的个就是牛和母，但是我认识就认不出来了，所以我很欢喜。特别是小朋友跳，确实有许多个意义啊，有变创新个学个。昨晚当推出个三桂舞做吸引眼球，四乡六里个群众拢来看。只某只香桂贵三米。从该馆五毛到贵州，拢是真心支持嘅，甲真嘅公关朋友。一人多贵舞，也是潮汕地区独有嘅动漫舞蹈，望以公关大生活摄成，舞动起来雄壮威猛，活灵活现，引人入胜。呢个水泽就相当嘅啦，来搏车，来龙龙面嘅，我以少少流角啊，来也一路来持续增生，呢啲就相当嘅直接。相当于落去一落落位时候，伊就爱争香啊，爱争霸啊，然后伊直接倒落去搞烟啊，吼，伊就争一倒个树，伊就走嘛，然后伊落来流龙面就来喂。活动当日，花开张了惠水三新村文化融大年创作文化节期，设置年宵会、灯笼对亮、年会灯摊位，方便群众购买。就算每只珍贵黄豆，风味多样。内政店也不乏有地方特色的美味。活动当日，就提供紫菜豆饭等内政每只分享本北方来客。今次个活动呢，来个往乡里都能感觉到啦，离别就来就跟浪路，或者创作就来就跟路，欢迎大家能有爱到来往南汇铁佗。活动当日，内政店花多形式开展春木活动，发挥内政店广大群众的多姿彩貌。养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特点。咱今日这个活动是内政店的在南汇村举办的活动，主要是做咱南汇北村望江厅的丰富本群众文化生活的这个活动。据介绍，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进一步丰富南汇群众的振兴文化生活，天海区将到村镇元宵期间开展天海街门口的年味主题活动。三大主队、七大方面、56项内容，人情有心意，处处是好景。可以当过年红威与南话，全听正话，就太乐来生。创作将至，温暖相见。近期，各区高光方面所有卡点，迎新春生温暖活动，为空浪南空生科关爱，人人花朵赏花呢。
新春将至，金平区石炮台街头发动社会力量，两下多个爱心纪念嘅人士，挑集大米、酱油、面饼干来压顶，爱心物资一大批，总计得近40万元。并于今日发放共13个社区嘅困难群众，让伊能度过一个温馨祥和嘅春节。陈景南，大家各位家回头家在好心企业对阮家照顾。都非常唔爱，我抽出时间来照顾人，表示感谢。作为强业，真个媒报之力，吼，了到街头个锻炼个，吼，自己掌声自己创作，为民为民，吼，让大家能过个一个温暖个年，助力让政府只个百岁万更听。活动现场化举办彩灯谜甲春联展示活动，自发家门挥毫泼墨。用直白白充满新春气息的春联，为群众送上美好祝福。来自金门区南明委员会副主任，也现场为群众二位二将，受到群众的欢迎。我们会每个一个人一个人的把物资送到困难群众的手中，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。然后接下来，石炮台街道将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，进一步凝聚社区资源和力量。广泛发动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参与扶贫济困、公益慈善事业，切实为辖区群众解决急难筹办的问题。昨日，山头湖北乡会向莲湖区金霞街道捐赠了两千斤大米、100桶酱油、150层皮、100份西饼来压顶物资直配，用于慰问辖区困难家庭。我拿着拿去配面哦，另外去加捏饼，加去中油，加个麦汁，都是今年来去做些党个对我个关怀，就是非常感谢。汕头湖北乡会表示，将继续发挥扭大责任，发动更多企业参与到白菜王耕田当来，以实际行动为汕头发展尽两薄之力。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关爱啊，能够。啊，像一股暖流，啊，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我们的温暖，能够温暖他们的心。以后我们会继续加强当地街道的那个联系，发动更多的企业啊，加入我们这个爱的团队吧。近日，平海开南慈爱慈善会、甲广东西慈会等组织联合爱心单位，到开南北社举办年春三温暖活动，向平海区近300户困难残疾人家庭。发放了大米、酱油、方便面等爱心物资，并送上春节慰问金。非常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对城南的帮助，非常感谢开南慈爱慈善会。有幸参加这经济节活动呢，关心这个残疾人朋友，我感到非常欢喜。到落来会个文化会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。让这个残疾人朋友感受到这个社会和家庭的温暖，对客户来给贫困残疾家庭发放近12万元的那个物资和善款，让他们过着一个生活快乐的新春佳节，祝他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爱心人士花丁梦一口，为不了正踊跃参与慈善公益活动界，当到长颈人刘先生，向伊送上慰问物资、慰问金甲存量。谢欢喜，过欢喜，过欢喜，感恩慈爱，我能慈爱慈善会，只要那多个这个台嘛。这座活动主办方花举办半个演出，丰富长颈人朋友界文化生活。自发节目也现场向群众掌声、存量送祝福。我向节目送上。中央中央祝福社会各界能得到心理健康、身体健康、家庭幸福。大话讲，隔空随红纸尖，是直整正结亲密融洽感情嘅社交活动。邓贝古在山西泰安正面两字隔空嘅时候，就邓黑无事后，果断邀回当初送出去嘅500人红来来见，引发广泛嘅关注。本人无计家己回来，还能不能把家己送出去的红包拖回来呢？当时两者或是聘请，而李青年一个研究生留下结婚的时候，一个包了500元的红包。但近期以结婚邀请这位同学参加婚礼的时候，对方里表示正大兴趣，不方便出席，也不主动回来，花上到。
点灭无应答。这其实两字打起又回了当你送出去的五百元的红纸钱。从时间台当时人的风怒不能理解，我国世界来你这帮内向往来是统统，该帮人随过来，自然希望帮人也能回来。面对这个不敢规矩的人，现在付出的心血劈嘴劈爱打心里无敌的波人肯定不行心。因此好在网友表达了对当时那个字体，这也是这种朴素的心理感受并无不妥。不过当时文字的做法并不代表可以得到法律的字体。本着这样来答，该帮人随来属于障碍，这关来答自往障碍达成后，如果无欺诈胁迫或其他非法因素，法律上并不支持障碍人返回。如果障碍可以懂得撤销任意撕毁，那么执政招领食改的成立也就轻重灰作一条。无约束力的障碍，其对受障人不公平，也违背诚信先的原则，对社会道德更是直接冲击。回到自己进入了这小界红纸巾求婚，当时人到对方结婚的时候随了五百元的来，大概率是直接自往行为。障碍当时即双高成立并得到法律的支持，尽管当年有家己结婚，对方并未随来，但自证后续事件所生的不满并不能拥护对双人。当时人颇有自在的五百元随来，霸气之话可能发表高运气，也就是他对方好曲就曲，如果不好发展的无边强之气吐出来。所以在界红纸巾背后也是一篇社会关系的大文章，如果处理不善不敬爱，影响人之交往，甚至引来诉诸公堂的麻烦。这提醒大家，红纸巾涉及资金往来，障碍是直接法律行为建立到双方关系较为亲密的基础之上，需不需要谁来谁若在来，应该狂欢把握谨慎决定，避免日后发生纠纷带来罪行。